的兄弟姐妹们好，咱们今天炸个香酥鸡块，看一下我准备的材料有鸡块、葱姜、面粉、淀粉、盐、奥尔良腌料，还有料酒。咱们开始把鸡块腌制一下。鸡块提前泡出血水，洗净，放葱姜，加料酒去腥，少来点盐，加奥尔良腌鸡料，抓拌均匀。抓拌均匀后腌制一个小时，开始做。鸡块腌制好了，咱们用面粉加淀粉1:1给它搅拌均匀。腌制好的鸡块裹面粉，蘸水，再裹面粉，再蘸水，再蘸面粉，反复3次就可以了，蘸成这样就可以了。裹好之后油温50热，下锅炸。小火慢炸，炸至金黄飘起出锅。趁余温撒上麻辣鲜。脆皮炸鸡做好了，看一下，马上开吃。香酥鸡块做好了，老大先吃，老二的，我们家老三的，看一下我做的香酥鸡块啊，吃一口。不要的。特别好，咱过年菜特别好，给孩子们炸一下。嗯，嗯，香不香？香。不对呀。